各位小汽车观点的观众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不在台北，我们来到了日月潭来试驾新车。那这次我们试驾的车呢，就是 Volvo V60 的 T6 Inscription 车系哦。那当然 V60 车系其实在台湾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在上市的初期呢，我们就有为大家试驾过V60 T4 Momentum 的车系，那在之后也有试驾过 S60 的 T5 R Design 的车系哦。那今天呢，刚好我们也是试驾到了最顶规的 T6 Inscription 车系，也因为之前我们的试驾影片都有介绍过这些车系的基本规格了，所以这一次的试驾影片会以这个车型和之前我们试驾的车型的差异为主，其他相同的部分呢，也可以请大家参阅我们之前的试驾影片哦。那这两支影片的连结我们都会在影片的下方为大家做说明。它在外形上和 T4 Momentum 还有 T5 R Design 最大的不同是在一些外观套件的材质哦，包含了它的水箱护罩，那它是采用直瀑式的镀铬水箱护罩，那么和 T5 R Design 的材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 T5 R Design 它是采用黑色钢琴烤漆的搭配，整体的外观是比较运动感的。那在 Inscription 的车系上呢，它又回归到了比较高贵典雅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大量的采用镀铬材质，雾灯框这里它也有镀铬材质。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T6 Inscription 的车系它是没有前雾灯的哦，这和 T4 还有 T5 R Design 的车系是比较不一样的。配置的圈胎呢，一样是双色切削的，那这个配置也和 T4 Momentum 以及 T5 R Design 不一样哦，它采用的尺寸是比较大的19寸铝圈。那在车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 T6 Inscription 的车系呢，因为它是 Plug-in Hybrid 的车型，所以它在这边有一个充电孔的装置哦，它所能发挥的性能数据当然也和前面两台车型不太一样哦，可以发挥的纵向马力可以高达340匹，那它的纵向扭力也来到60公斤米以上哦。以同级距来看，它的竞争对手有 BMW 的3系列以及宾士的 C Class。那么如果对照它的售价来看 ，T6 Inscription 的售价275万来看的话，它对照的对手大约是在 BMW 330i M Sport。以及宾士 C300 T6 Inscription 所搭配的动力算是和这两个车型也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一方面因为它是 PHEV 的车型，那也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试驾过这些同级对手，那所以我们待会上路试驾呢，也会为大家介绍和其他 V60 车系以及它和竞争对手的差别。如果是 T5 R-Design 的车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窗框是黑色钢琴烤漆的配置。回到了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之后呢，它又回归到了雾银色的金属材质哦。那它的车身门把一样是同色的烤漆，整个风格来说是有点接近 T4 Momentum 的感觉，但是它在一些细节材质的处理上是比起 T4 Momentum 所使用的材质再高上一阶的。好啦，接着我们来看到它的车尾哦，那当然视觉效果来说，在车尾的部分和其他车型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包含在下保杆的材质也是。那当然在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上呢，它就有多了一些镀铬材质的装点哦，右侧的车身名牌呢，也说明了它的身份哦，它是有配备电动尾门的，那是有附脚踢感应的哦。打开尾箱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行李箱空间哦。当然，它的整体配置其实都和其他车型差不多，包含了它的标准容积529公升，以及分离倾倒之后，它可以来到1441公升。这些都和 T4 Momentum 以及 T5 R Design 车型相同哦，那这也凸显出它的一个优点，因为有些车型它的电池呢可能会置在车身的后方，那因为 Volvo 它原厂的设定呢，它的电池是在车身的中间哦，所以即便是在这个 PHEV 的车型，它有搭载了一颗电池，但是它仍然不影响它的后行李箱空间，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算是相当不错的。接着我们来到 T6 Inscription 车型的内装哦。那当然，因为我们之前的试驾影片也介绍过它整体的架构了，基本的架构都和其他车型一样，所以这些部分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了。那这次介绍也主要是以差异的部分。那首先在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排挡杆的地方哦，它采用了水晶材质的排挡座，现传的排挡杆。那这个水晶排挡确实，不管是视觉以及触觉上哦，它的质感都相当的高级。另外呢，就是它在中控台的材质部分哦，在 Inscription 的车型上也采用了视觉效果再好一点的木纹饰板哦。坐进内装之后，我觉得整个风格来说和 T5 R Design 的风格也蛮不同的。比方说 R Design 的车型呢，它标配的是黑色的顶棚，
但是回到了 Inscription 车系之后，他又回到了米色的顶棚啊。这部分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可惜的地方，因为我相信台湾的很多消费者可能是比较喜欢黑色的顶棚的，那在 Inscription 的车系上是没有的。不过这个也是可以另外做选配的。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方有这个全景的天窗。那据上次发表，原厂也有跟我们介绍说，这一个全景天窗的面积算是相当的大。那确实坐进车室里头会感觉到整体的明亮度表现是相当不错的。那像是音响配置的部分呢，它也是标配 Harman Kardon 的喇叭。那当然这一个在 T5 RD3 的车型上也是，那也都可以另外选配BMW 的音响，那我相信整体的音响感受会更好。Inscription 车型和其他车型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前座座椅配置。首先是它的材质，它是采用全 Napa 真皮的材质。那和 R Design 虽然也是 Napa 真皮，但是它有搭配一点织布材质，是比较不同的。那也可以看到它在头枕上方呢有 Inscription 的字样。那 Inscription 车型是有配备双前座的通风加热座椅，都可以在触控萤幕这边做调整。那另外就是在驾驶模式的部分，因为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呢，它是有配备全14轮传动，以及它是 Plug-in Hybrid 的配置，所以在驾驶模式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它的资讯就和其他车型比较不同了。那接下来我们坐到后座来看它的乘坐表现。以整个纵向以及头部空间来说，其实和 T4 以及 T5RD3的车型算是差不多的，不过在中央龙骨这个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有一些小小的差距了。那因为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是 PHEV 的车型嘛，他们电池摆放的位置就是在车体的正中间，所以刚好呢，音响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哦。那再加上它也是全14轮传动的配置，所以以它中间隆起的这个地方来看，其实它隆起的高度相当的高，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配置也让 V60 以后座来说是比较不适合五人乘坐的。其他后座的部分，像是在座椅和前座一样，都是采用全真皮的材质，所以以整个触摸起来的感觉呢，确实质感上是有高上一阶的。那另外它整体乘坐起来的感觉，不管是包覆性以及指滑的效果，我认为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V60 来讲，我觉得它的后座有个缺点，就是它的乘坐的坐姿哦，因为它的整个着座点算蛮低的，在前座的座椅没有架高的情况之下，其实我的脚就变成有点悬空的感觉，那这对于腿部的支撑来说算是有点缺乏。那我们现在驾驶V60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上路。那关于 V60 和 S60 的其他车型，包含 T4 Momentum 以及 T5 RD Design 的车型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试驾影片就有为大家介绍过了。那这一次的试驾主要为大家介绍呢 T6 Inscription 这台车型开起来的感觉是如何。那首先呢，在讲到它的动力单元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在这个级距以及它的同价位的竞争对手，包含宾士的 C300 以及 BMW 的 330i 以 V60 S60 这样子的设置对照这样子的对手来看，其实每一个的风格都蛮不同的。以 BMW 330i 来说，我觉得它给予的就是极致的操控，它的运动感绝对不是 C300 以及 V60 S60 能够比上的。即便说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它搭载的混合动力单元，纵效马力以及纵效扭力的数值上都比起 330i 有显著的差距，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实际驾驶起来的感觉呢，加速的贴背感以及运动感受其实还是不如 BMW。 一方面可能是调教的关系，一方面它的车重也比较重，因为它已经超过2吨的车重了，所以以这样的动力来说，拖动这样子的车身，相信整个感觉是没有像 BMW 这么的轻快。在低速的时候，它大部分时间是可以以纯电行驶的，那它的纯电行驶最高的时速还可以到125公里每小时，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其实它在纯电行驶的时候算是以比较温和的动力来带动的。这样子的调教我觉得和 C300 的设定还蛮接近的，但是当你油门深踩之后呢，当它的汽油引擎启动之后，它给予的动力就算是蛮绵延不绝的，因为它的最大马力也来到了300多匹，比起其他两个对手258匹的数字确实大上不少，所以在深踩油门的时候确实可以感受到相当明显的贴背感。这也是我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性能的买家的话，
其实 T6 Inscription 这样的动力哦，算是可以满足一部分的需求。虽然说它的起步表现算是比较温和一点，但是它高速加速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有相当足够的动力。它在衔接到引擎启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算衔接的蛮好的，就是你不会感觉到很明显的顿挫感。以 Volvo 的车系来说，因为他们在 PHEV 的车型上算是深耕多年哦，那我觉得整体的成熟度相当的高，纯电行驶就相当的安静。那即便是到了中高速，引擎再启动之后，你仍然会觉得说它引擎的噪音非常的细微。接着我们再来讲到这台车的悬吊以及它的路感的部分哦。那其实有看我们之前试驾 T4 以及 T5 车型，大概可以了解到说，在这两个车型上，其实 Volvo 对于他们的路感调校算是有显著的差距哦。那以 T4 Momentum 来说，它的整个路感设定是比较属于舒适取向的。那到了 T5 R Design 的车型的时候，其实会感觉到它的悬吊调得比较硬一点，那运动感会稍微强烈一点哦。但是到了 T6 Inscription，并且它的最大马力已经来到了340匹，悬吊的调校反而是在比 T5 R Design 的车型再更软了一些哦。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感觉，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如果你性能更好，那通常来说它的运动性或者是操控性的要求会更强烈一点。但是 Volvo 却是反其道而行，到了 T6 Inscription 的车型上呢，反而是在走向有点类似 T4 Momentum 的这种悬吊，就是比较偏向舒适取向的设定。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设定其实有一些好处，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来说，其实大部分人在低速行驶的时候是以节能、以舒适为主，因为我们大部分如果在市区可以纯电行驶的话，舒适型的悬吊可以让我们在市区驾驶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负担哦。虽然说它的悬吊呢是相较于 R Design 的车型再软了一些，但是它整体底盘给予的稳定性其实还算是足够的。当然，如果你要求的是像 330i 这种非常富有运动感、操控相当灵活、相当敏捷的感觉的话，那这台车没有，因为毕竟它的整个悬吊是在走向舒适取向一点。那我觉得 Volvo 一向给予的感觉就是比较稳重， Volvo 一向强调安全嘛，再来就是舒适的行路感受。那这样子的配置确实是比较满足这一类买家的，就是有的四轮传动比较适合各种地形，那我觉得在台湾四轮传动多少也能够给予比较多的安全感。再来是它整体的行路感受，我相信是会让大部分的台湾买家比较喜欢的。这样子的悬吊设定其实还蛮适合台湾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再来就是你对于新世代能源像是电动车这一类有憧憬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适合的车款。如果说你家里可以充电，那你平常是代步上下班的话，你确实可以达到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去想你的能源的问题，包含说你不用加油，你出门的时候电就充满了这样。但是它也解决掉了很多电动车的问题，包含说如果今天没电了怎么办，它有燃油引擎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要在这个集聚这个价位当中要选一部 PHEV 的车型的话，那其实也只有 Volvo 的车款可以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它是相当适合给如果你本来是锁定在可能 BMW 3系列啦，或者是宾士 C Class 这样子的买家，那同时你也想要更快的踏入未来的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动车会是未来的趋势，那如果你想要比别人早一步进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试驾 T6 Inscription 车型的心得，欢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们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追踪小汽车观点，并且开启小铃铛才能够收到我们第一手消息。那我们下部试车影片见喽，拜拜。一般的 Hybrid 跟 PHEV 是差在哪？差很多，因为一般的 Hybrid 你不能做到就是真的不需要用油，可以体验真的电动车的生活，因为它真的可以充电，然后你真的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都纯电行驶，它是可以做到，它是可以做到接近纯电车，或者是说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纯电车在开了。因为第一个它的续航里程够，以这台车来说50公里嘛，
纯电极速也可以到100公里以上，我回家就可以充电嘛。隔天起来之后电就充满了，开到公司基本上不会耗掉多少电。然后如果假日偶尔去逛逛大卖场，大卖场的停车场也可以充电，车停好，东西买一买，电又充饱了，开回家基本上电都是满的。所以这台车它可以满足你市区使用。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开去，比方说开长途去环岛都没问题，完美的融合了，你想要未来的这种节能的生活形态，但你又想要兼顾生活娱乐，这台车可以完整的应付所有的需求。